们就不遗余力的在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增加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仪式感教育，然后通过这个然后让他们有一个中国式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然后这样子他们才能更好的适应来华。因为我们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可以就是把中国好的这种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都带回到他们的国家去，让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都发展得很好。